现在上高速去庄口那边接小孩子上来玩，假期的最后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何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视频啊。刚刚回到水碾村这边，在等小孩子过来就上去了。上去了还要买一些菜，等一下晚上做饭吃。今天开车子去洗车了，去做保养什么的，然后就花了上午的时间。圆圆妹妹呢？拿的东西这么多，作业写完了吗？你剪头发了呀？我先帮你拿去车上放吧。肚子饿了没有？肚子没有。肚子没有啊。先把书包放在后排这里先。猪妹妹还在后面是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等一下她。猪妹妹过来了。哟，穿这么漂亮啊，小美女。换了新书包是吗？啊，上车。你的脸去哪里摔到了？嘴巴还痛不痛？嗯。以后要小心一点。要擦换换油。大的换换油了吗？大了。好，上车吧。拿书包。现在带小孩子上去了。快递拿到了，然后我先把那车上去放，一起收就快递，回去再拆啊。给你买的手表到了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在收鸡蛋啊。妈妈，你买的是什么手表？能打电话的手表啊，就是你们儿童用的手表。用的吗？你都没有买到，就只有一个卡，我妈妈就只有一张电话卡。到时候你要打电话的话，就跟哥哥用一个手表打电话给妈妈嘛。嗯。没有，快递没拿。那么丑，我拆快递去。真乖。你要帮忙拆吗？猪妹妹，看一下镜头，好乖哦，你的脸怎么啦？啊。写还有多久写完呢？好了，小何在拆快递。那么多快递。拿那个包饺子用的吧。嗯，大哥电话来了。对圆圆剪头发了是吗？看看，不错哟。看看，93分，就因为错了这一个丸子是吧？是这个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把我大腿给弄伤了。他的手机掉在床底下，那要去拿出来嘛，把大腿给伤了。哦。这是什么？我这是送的那个手环。OK 了吧？喂。开心了吧？看看喜欢吗？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喜欢了吧？我都没有得买。对，这是我的裤子。还有裙子，现在在哪里？这是谁的呀？我们买的牛仔裤。这是一个防蚊的，必须要的。会不会太长了？不会不会，还不长，肚子那里去了。按照他的身高买，他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先看看裙子在哪里。
哎呦，你今天的头发谁给你扎的？啊？猪妹妹。今天的头发谁给你扎的？哪个阿姨？叫你妈吃醋了。我也吃醋了，有个小妈对她好也好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你有两个妈妈了哦，啊？哈哈，完了吧？有妈妈的感觉真好。有妈妈的感觉真好，难道你没有妈妈吗？我不是妈妈吗？你有，你已经有危机感了，知道吗？没有什么危机感。你看，你不懂。小咖喱，办公室都被我们弄得一团糟了，一直在拿去丢。先把快递拆完，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等一下叫猪妹妹试一下她的衣服，就拿去洗一下。到时候妈妈包了饺子馄饨，就叫你拿回家啊，好吗？嗯。到时候你回家放到冰箱里面冰，平时可以做早餐吃啊。嗯。想吃什么馅的，妈妈一样包一点给你们啊。嗯。你喜欢吃玉米馅是吗？是。不喜欢吃蘑菇的是吧？不喜欢。韭菜馅的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妈妈新戴的耳环漂亮吗？漂亮。这个也很不错的，可以装蛮多饺子的，又方便。乱糟的。哎呦，好久没见到朱妹妹了，漂亮的小女孩，就是你。真好看这裙子。喜欢这个裙子吗？喜欢。粉粉的。刚好合身啊，转一圈看一下。对，刚好合身。这个裙子是小姨给你选的吗？你还记得小姨吗？哥哥，你看一下妹妹穿这个裙子漂不漂亮？我就很。那女孩子不能穿裙子的呀。那我再去试一下其他的好吗？再去试一下那个短袖啊。啊。那你喜欢妈妈吗？喜欢。这等一下还要洗了。洗完在办公室这边吃饭，吃完饭就早点回去洗澡。明天早上妈妈就送你去学校啊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。有空要多陪一下女儿跟儿子，就是亲生的，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那你不亲一下妈妈吗？好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了，真乖。